好，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央行呢在昨天召开了监理事会议，那么宣布维持利率动涨。不过呢，攸关房市的信用管制，央行祭出了史上最重拳，宣布全台有房屋者呢第一户贷款不得有宽限期，那第二户的房贷成数呢是由六成降到了五成，而第三户甚至买豪宅更只能够贷三成而已哦。很多的换屋族其实一片哀嚎。美国联准会在台北时间19日凌晨宣布降息两码，而中央银行在监理室会议讨论后决定不跟进，宣布利率维持不变零而动。不止如此，央行又在加强打房力度。我们分析的结果呢，它是比历史的新高，那历史的高点呢更加的严峻，达到26以上的已经有21家，而且这21家都是大的银行。央行宣布重贴现率、担保放款、融通利率和短期融通利率维持2%、2.375%以及4.25%，外界其实早已料到，未来没有什么经济太悲观的影响。美国降息之后，我们这边先采取观望的动作。新签政策推动房市持续太热络，多家银行贷款接近满水位，央行持续第二季决策基调下史上最重手，宣布打房规定。自然人名下只要有房屋者第一户贷款不得有宽限期，还有若要买第二户，房贷成数更将从六成降至五成，成为第七波的房市管制。不管是这一个自然人还是这个公司法人，建商的余屋贷款这一次的成数全部都被往下，自备款的负担就会持续来增加，相对起来就会冲淡民众的购买意愿。另外央行也拉高存款准备率一码，紧缩市场资金，成为另一个房市降温关键之一。不过央行加大力度打房，不少换房族因此被错杀，也在等待中央下一步。最新的数据，7月、8月份的不动产这个放款余额还持续在上升的。那我相信，只要还是在这个放款余额还在上升的情况之下，可能要央行去解除管制就没有这么容易。央行打房不遗余力，但市场热度却迟迟降不下来，如何对症下药更为重要。民进党因为执政太久了，他已经大到变成一个怪物，一个人打不动他，要一堆人才能打他，所以大家对他的不屑。台湾这三天灾难，所有政论节目都在批评赖清德，批评民进党。我非常反对新清安，后遗症现在来了嘛？这是一个灾难的政策，疯了，一群人疯了，都没有去思考过他做这个政策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民进党执政台湾8年，今年是第9个年头，台湾俨然变成房市地狱。讲了政治，人家会去认同，政治都是两边的。我打个比喻。执政党跟在野党两边的，你要走哪一边？那对于台湾大方向来说，就是怎么样？台湾就是怎么样？民进党跟另外一边，连中共那边都算另外一边。台湾就是这样啊，两个大方向，就民进党跟所有另外一边，已经变成这样了。民进党因为执政太久了，他已经大到变成一个怪物，一个人打不动他。要一堆人才能打他，所以大家对他的不屑。他最近也造成灾难啊！这两天我快速讲一下，台湾这三天灾难，所有政论节目都在批评赖清德，批评民进党。这两三天，我们台湾啊，很多人啊被新清安政策去买这个房子，也有一般正常人去买房子，然后非常多的人现在钱拿不到，然后他的房子签约了嘛，要被判违约，而且这是赖清德当总统的时候的政见。虽然我个人非常，我这跟大家报告，我非常反对新清安，因为这所以后遗症现在来了嘛，房子不但变两倍贵，而且你还没钱缴房贷，不是更正，你还连房贷都贷不到，投机款。要筹房贷钱也要筹，这好不好笑？
哦、我跟所有亚洲的朋友，无论你是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中国大陆、香港，这是一个灾难的政策、欸。这个灾难啊，带到银行没有钱了、啊，没有钱拨出来，太多人买房子，太多。大家想一下哦，各位所有的全世界的华人听得懂林北讲话的。他这个灾难，这个炸弹下去，大家想想，各自你在你的国家也好，我们台湾人是非常了解。你想象一下，所有人哦，好像买房子跟买菜一样，大家瞬间都去买菜了，把房子当菜买。你想象一下哦，而且我们台湾的房价超贵，就因为这样嘛，哎呀，一堆人人家在那需求，一堆人，民进党政府说来三十年，贷款贷要三十年。新青安低利率疯了，一群人疯了，都没有去思考过他做这个政策会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建商就把房价开始抬高，在短短的两年啊，这两年当中啊，涨了一倍，涨了一倍啊，一坪啊，从30万台币换算大陆差不多6万块人民币一坪哦，本来就这么贵，现在直接到60万起跳，就是一瓶12万的人民币，这恶不恶心？一堆人去买，这还没关系，大家都去买，买了之后现在钱下不来，这更恶心了。也就是说，我把投期款缴了，我准备这个投期款，我合约签了，现在银行钱贷不下来，我房子拿不到，然后又被判违约金。民进党的德政啊，民进党德政啊，这叫祸国殃民。谁买房子谁倒霉，谁买房子谁倒霉。现在就台湾，谁去贷款谁倒霉，然后让后面有需求的人贷不到，为什么？接下来没钱贷，你要排队，你要买间房子，你要贷款，你要排队。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好笑的东西？你要排队。因为什么？银行没钱，钱在哪里？钱都贷出去了，都去买房子。民进党执政台湾8年，今年是第9个年头，台湾俨然变成房市地狱，房价2倍，贷款贷不到，还一堆人签了这一个所谓的购物合约，现在完蛋啦、啊！一天罚3000。你没有钱缴贷款，一天罚3000，一天罚3000呢？的嘞，人民币多少钱？马来西亚币多少钱？新加坡币多少？一天你在家里面吃饱单休，吃饱了，你的钱就罚款就3000，3000，3000，因为你没有钱呐、啊，银行也贷钱也没给你呀、啊，你就一直被罚款。这个是第一波。5年后，台湾房地产应该会崩溃。从蔡英文到赖清德，民进党执政之下推出新青安、房租补贴等政策，主打的居住正义，民众感受到了吗？是没有感受到居住正义，因为就是对年轻人来讲说，这个也是一个蛮遥远的目标。买房很遥远。对，买房蛮遥远的。居住正义，我觉得那是一个政客的口号吧。我就觉得好像哎。其实我们平民老百姓是没有感觉到这件事情什么正义，好像没有发生过。买房对你来说是什么？有一点遥不可及，但可以当作一个那个目标，赚钱的目标。太贵了，买不起，真的买不起。又要存钱，又要买房，我觉得有点困难，尤其又要拿出头期款、哦，我觉得太难了。如果我今年30岁买，我要还40年，我都不确定能不能活到70岁。我如果活不到的话，那个贷款要怎么办？那我再会留给我儿子哎。哎，就不要说台北了、啊，包括我家一来的，我们那边也算是小乡下，房价也是亏到靠北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、啊，你一部新的那个就你一部新的房子最少也要1200到1500那边啊，连我们那边40-50年的老房子就要400-500万的那一种了。还谈什么居住正义？如果真的有
居住正义这个东西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找不到房子住啊。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要能够买得起房子，应该蛮困难的，没有办法感受到居住正义，因为他们的收入应该实在是自己用都不够，还要买房，不太可能。居住正义完全不存在。对，我真的完全不准。你看，不管是蓝的绿的也好，选前说要居住正义，而选后呢，他把房地产当成经济火车头。那我可以跟你说啦，这个会带给台湾不管是经济结构也好，或是生产力，甚至一个长远的规划来讲，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毁灭性破坏。所以说，你说新青安有没有帮助年轻人更容易买到房子？我可以很老实的告诉你，台湾目前的政策没有任何一项是帮助年轻人买房子。你要帮助年轻人买房子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让资金离开房地产，让房价降下来。因为政府长期以来的政策就是把房地产塑造成，这是投机套利的工具。但他忘了，这个其实是要拿来住的。这样过度的一个炒作，就会变成说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子。那居住正义吗？这么多年没有正义啊，哪里有正义？义就是亿万的亿啊。没有正义啊，哪里整什么什么，那个都多，政治人物在骗人的，你在什么什么清安什么，那个都是骗人的啦。说实在话啦，没事找事情做嘛。OK。他真的在办事吗 ？OK。居住正义哦，感觉好像又另外一种会让人家把房价提高的感觉，因为觉得好像贷得到款，然后就可以。再去搞一间，就是变成房价越来越高了，会堆叠的感觉。